你的动物派对开场喽！光荣幼保科的大哥哥大姐姐前进落实幼儿园，带来精彩的演出。姐姐今天见到你们，我也很开心啊。其实很感动，因为大姐姐、大哥哥们除了准备一些气球以外，他们也编剧，然后做了一些布置，还有每一个孩子都也精心打扮，真的也感受到他们的用心。借由这一个儿童节的一个节日，那光荣家乡的孩子来这边跟幼儿园的小朋友做个互动，那除了展现在学习的一个成效之外，更重要的也让孩子有一些创意，把他们在学校得到的一些教具设计能够带到这边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互动同乐。动物狂欢派对戏剧寓教于乐，幼保科孩子透过多元学习展现无限创意，也将探索尊重与感恩的精神种子散发出去。祝福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